部都撞在一起呀、啊？啊？烂东西！你们可以做大的轨道吗？你看那里还有很多轨道。不用了。好啦，又要撞在一起。哎，那个车车跑掉了，小乖，他要跑去哪里呀、啊？啊，这个轨道也破掉了，抓到两个，怎么都到处乱跑啊？啊，怎么这样子啊？这再加一点水那你们会装吗？会啊，因为我们是修理轨道的。哦，你看乖乖还不会装哎。你要教他，这样可啊，我知道啊。这个是八部工程师哎，还没哦。哦，还没有盖好哦。这里还不行通过。哦，要到底要怎么盖这个轨道呢？是臭鞋子哦，你看很像臭鞋子。有盖好吗？那个轨道？你看臭鞋子。还没有盖好哦。屁股在那里。啊？什么用屁股盖啊？小关，你会盖轨道吗？不会。不会啊？对，我会。那可以叫一德德教你吗？有困难的时候要请求帮忙。哦，要请求帮忙。能先这样吗？我好像没有盖好哎。看哦，乖乖，你可以请求协助啊！你要先等一下。哦。要先等。可是这个车子没有关掉，我等一下没电了。好，一起关。哦，你盖好轨道了耶！我们会。哦。你看这样。哦，强这样哦。对啊。对啊，小乖也盖一个轨道。哦，那我们来吧。嗯、哦。等车骑过来，我等一下这要推，推一二三。小乖在流鼻涕了。那我们用这个这样。小乖要去开那个车车，按熊熊，哔哔哔。哦。小乖你会骑哦。小乖会骑耶。哦，还有音乐。哈，这么好玩啊！哇，哇，很多车可以推安保哦，推安保的屁股，推你的屁股，推 ，Go Go Go！ 哦，还有一个汉堡车哎，要去卖汉堡了。玻璃，哦，这是玻璃，还有安保、哦。啊，你是小乖啊！再推！哇，怎么这么多啊？哇，你看很多哎！我最喜欢。一起玻璃了。要一起去郊游。我最喜欢。